今日来讲下灵谷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堂主老，啊，两人是好朋友。和尚早早先放心念经，啊，堂主老唔是讲啊，早早先放心堂主，为了太家嘅工作，所以约天早先条互相向对方哄床。好啦，好多年以后，啊，和尚同堂主老都过开心啦。但系堂主老去去天堂，而家和尚就落去地狱，乜嘅原因呢？原来是因为堂主老日日向和尚哄心念经会善报，而家和尚朝朝向堂主老杀生会恶报。所以讲阿表做人爱心善念善，千祈唔好以为人把嘴爱乱讲乱判，种下唔好嘅因果。所谓讲因果因果，有因就必有果，带来修因果。前人种树，后人粮，子孙后代爱记心上。前世因果系有讲到好长，人在世间厮杀为天父王，前世将佛来放，今世为凄凉。人人爱孝亲敬老，也孝顺教堂，恨爱有则孝心肠。快快快哦，关注啊！